场，也就是原名与创客共舞艺术。这几年哦，智慧科技的运用，所谓的智慧城市，这些创新的这些科技的应用，已经也是一个时代的趋势，而且越来越成熟。我一直没有觉得说台东因为是农业县，因为只能搞观光，所以我们跟这些科技是无份的。相反的，我觉得智慧的科技应该要让台东更能够跟世界接轨，让台东更能够快速缩短跟其他地方的落差。